观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商务部周三表示，中方对欧方计划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表示强烈不满，并指出此举无视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欧盟委员会在周三公布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初步裁决当中，建议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中国工业界对此深感失望，并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的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欧盟委员会无视中国电动汽车优势来自公开竞争的客观现实，无视世贸组织规则，无视中国相关企业在调查过程中的通力合作。商务部表示，欧盟委员会故意编造和夸大所谓的补贴项目，滥用可获得的事实规则，确定了过高的补贴率。商务部指出，欧盟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它是一种公然的保护主义行为，旨在制造和加剧贸易摩擦，也是一种打着维护公平竞争的幌子，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欧方的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合法权益，也对全球汽车供应链，包括欧盟内部造成了严重破坏。欧盟委员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玩弄打着绿色发展的旗号，挥舞保护主义武器的把戏，这违背了中欧领导人就加强合作达成的共识，损害了双边贸易合作的氛围，损害了欧盟消费者的利益，也破坏了欧盟自身的绿色转型和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欧盟立即纠正错误行动，认真落实五月初法中欧三方领导人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经贸摩擦。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行动，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俄罗斯最大的交易所莫斯科交易所日前宣布停止美元和欧元交易。莫斯科交易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元和欧元将暂停用于外汇和贵金属交易，以美元和欧元结算的工具将不能用于股票和债券、货币以及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这一声明是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同一天发布的。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表示，美元和欧元的场外交易不会受到影响。上周六和周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举办的穿越文明之旅邂逅梁珠2024世界巡展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此次活动旨在促进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恰逢今年端午节星期一。展览由中国传媒集团和梁珠遗址主办，来自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的代表、当地政府官员和当地居民参观了展览。梁珠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长江流域，其考古发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一个以水稻种植为基础、具有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国家。该遗址自2019年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之一。展览以互动展示为特色，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地体验玉雕、绘画和印制传统梁珠图案。第十届全英中国龙舟节也于上周末在大曼彻斯特地区举行，数万人观看了比赛，居民和游客为选手加油助威，并欣赏了安塞腰鼓、舞龙舞狮等文艺表演。在韩国出生的第一只大熊猫福宝回到大熊猫的故乡中国四川省西南部后，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新环境。这只大熊猫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检验、检疫和适应，于本周三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公开亮相。首次亮相前几天，福宝正在忙着咀嚼饲养员在茶余饭后递过来的苹果点心和其他食物，以适应祖居地的生活环境。福宝出生于2020年7月，英文意思是幸运的宝物，是大熊猫爱宝和乐宝的第一只幼崽。它出生后迅速在韩国网民中引起了轰动，成为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快乐源泉。它已于四月初返回中国。俄罗斯日前表示，其军队对包括一个军用机场在内的多个乌克兰目标进行了打击，而乌克兰在同一天声称，其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退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多次进攻。俄罗斯国防部报告说，过去一天，俄军在多个方向的战斗中取得了优势，俄军对乌克兰目标发动了多次攻击，包括一个军用机场、一个野战弹药库、一个外国雇佣兵驻扎基地和一个部署无人机水面飞行器的军事区域。此外，俄军还拦截了多枚乌克兰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市和其他方向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数十次交战，成功击退了俄罗斯的多次进攻。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边境城市沃夫恰斯克的进攻仍在继续，但是乌克兰表示目前已经控制住局势。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录像，显示一架乌克兰苏两五战斗机被其柳叶刀无人机击毁。俄罗斯的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捕捉到了这次空袭，俄方没有提供袭击的确切时间。
同一天，乌克兰在首都基辅正式成立了无人系统部队，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命令，下令在武装部队中建立一个独立的部门，专门负责加强无人机行动的四个月之后，这个新的军事部门还将重点开发和生产 USV。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还可以登录欧洲卫视网站，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主页。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